来自扬声大师约书亚信息，关于谈双生灵魂、双生火焰。通灵潘蜜拉科里问候，亲爱的人们，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我是约书亚。在这里，我要谈一谈双生灵魂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或许对你们所有人都是一个熟悉的概念。双生灵魂这个概念对你们有很强大的吸引力，不过这也有其成为一件非常危险之事的可能性。人们有可能会因为对它的错误理解而强化内在的投生之痛和依赖的情绪体，而不是释放了它，因为这个概念会被错误理解为有一个人是完美的，适合你的，他或他让你得以完整。你会以为自己所深切感受到的欠缺和以及安全感将会在某一个和你完美匹配者那里获得。根据这种不成熟的双生灵魂概念，灵魂被分成两半，合在一起才是完整了，而通常这两半灵魂是男性和女性。所以这个概念不仅暗示说你个人不是完整的，而且你是纯粹男性或者女性的，它让你依赖于某种自外于你的事物，它否定你内在的神圣源头的涵盖一切性合一的，它否定你既是男性也是女性，它否定你独自就已经是完整和完全的。现在你能够看到为什么上述这种不成熟的双生灵魂概念从灵性的角度来看并非是健康和具有疗愈性的。它创造出各种幻觉来让你更加远离家园，而我说的家园是指你真正的自己，你的本我中的那个神圣部分。没有一个灵魂是被创造出来以成为另一个的另一半。双生灵魂的确是存在的，而他们就是他们名字所包含的意思，双胞胎。他们是两个拥有同样感受特质或者频率的人，或者你也可以说出生在相同的时间，就像生理上的双胞胎一样。这两个灵魂出生的特定时空点决定了他们内在的独特感受频率，但是他们并不会相互依赖，既非男性也非女性，但是他们的频率会跟彼此相协调，就像是血缘关系一样。为什么双生灵魂被创造出来？他们为什么会存在呢？你可能以为这是为了某种学习功课，但是对双生灵魂来说却并非如此。双生灵魂的存在不是为了学习，而仅仅是为了愉悦和创造。双生灵魂在二元分裂的世界中是没有存在的功能和位置的，你将会在超越二元性之后遇到自己的双生灵魂。当你已经重新与内在的完整未分开之上帝，能够化为任何形式和样子的上帝合一时，你才会遇到自己的双生灵魂。双生灵魂彼此将会在回家的路上团聚。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旅程的最初，当你离开那合一的状态而成为一个个体的时候，你进入了二元世界，突然之间出现了黑暗和光明，伟大和渺小，疾病和健康等等，实相被一分为二，于是你失去了自己真正是谁的尺度。最初的时候，你把自己当作整体的一部分， Being part of a whole， 但是现在你是一个从整体中分裂出来的单独部分。其实当时你没有意识到的是，有一个跟你对等的个体在陪伴着你，一个跟你几乎一模一样的个体。你们俩在那块合一之毯中曾经共享同一地方，你们是如此之亲近，以至于你并不知道你们是两个，一直到你的灵魂出生的时候。
你们俩之间的联系是超出二元分裂之上的，它比二元世界的历史还久远，这是无法用文字来恰当表述的。因为它跟你们通常的定义不一样，通常你们会认为自己要么就是一，要么就是二，不可能同时是两者。你们俩都经历了漫长的旅程，经历了各种经验，你们都经历了最极端的二元两极，逐渐发现自己的本质不是在二元中，而是在那之外，在一种背后的东西里面。一旦你开始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这种背后的合一，你的回归之旅就开始了。慢慢的，那些外在的东西，比如说权力、名声、金钱或者特权，就会对你的牵引越来越小。你就开始越来越理解到，关键不是你体验的是什么，而是你如何去体验它。你发现原来因着你的意识状态，你一直创造着自己的快乐或者悲伤，于是你开始发现自己意识的力量。当你历尽了二元性的各种高与低之后，你遇到自己的双生灵魂的时刻会到来。当你在双生灵魂的能量面前，会重新忆起自己内在的一合一的至为深刻的部分，你那超越二元性的本质。而在一起中，你将更加了解自己，更加意识到自己真正是谁。你的双生灵魂是一个能够带你超越自己的有限信念的坐标，这些有限信念是你累世以来所吸收的。当你在你的双生灵魂中看到自己的镜像，你会解脱你自己。这是一种义气，而跟情感依赖无关。与你的双生灵魂相遇，会帮助你们彼此变得更强大，变成更高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并帮助你们在地球上表达你们的爱和创造性。它将加速你回家的旅途，因为它让你跨越到更高层次的合一，而又保持了你独特的个体性。从终极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是一合一的，我们都被同一种能量所支持着。不过，同时我们各自又都有自己的个体性。双生灵魂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一个连接个体性和合一性的作用，它就像是一个走向合一的踏脚石。当你与自己的双生灵魂在意识和物质、肉体层面连接时，你们将创造一种新的东西，第三种由你们的联合所产生的能量。这种能量将会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加强你们的合一意识，这比你们两个独自的合一意识要强很多。因为双生灵魂的两个人都已经在回家路上了，所以他们会很愿意把爱与合一的能量带到地球上，并透过各自独特的特长和记忆，以创造性的表达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双生灵魂会建立一个从个体性到整全性 From being one to being one 指合一的基石。他们的结合会带来爱和喜乐，而且加强自己的创造性和自我实现。他们彼此支持，但是却不会落入情感依赖和着迷成瘾的陷阱。双生灵魂之间的爱，不是为了让彼此完整，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崭新的部分。不是两者合而为一，而是两者合而成三。你将会在生命的某个时刻，碰到你的双生灵魂，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请不要陷入将你拉出此时此地之希望和期待的停滞中。在这一刻，真正重要的是，你完全的意识到自己如此深切的渴望的爱与安全，就在你之内。而这完全的自己接受之钥匙，永远无法通过任何一个外人来得到，甚至是你的双生灵魂。那种想在对方身上得到完全的合一和安全感的诱惑，
不仅只是出现在恋爱关系中，在亲子关系中也是会有的。想想一个暗地里想要他的孩子实现所有他没有实现的梦想的父母，或者一个长大后依然黏着自己的父母，把他们当作是绝对安全天堂的孩子。在你的关系中，意识到那些潜在的能量流动和目的很重要，这样你就能够在自己的意识之光中治愈他们。你的那种宇宙性的思乡之情是不会被一段关系或者在一段关系中被治愈的，它只能被你自己单独疗愈。当你能够完全意识到自己是谁，意识到自己的光、美和神圣时，这就是你旅程的目的地。你也不会回到最初你来的时候的那种合一状态，你从中出生的爱之坦不过是你的婴儿期，现在你们正成为成熟的上帝。你们将在自己心中创造出一个绝对安全与爱的场域，并且无条件地分享它，这就是从你内在上帝的本质中放射出的无条件之爱，并以没有任何计划和计算地创造出和真爱着。现在我想请你安静一会，去真正感觉你的神圣之我 I-ness 那个通过你而展现的独特存在。如果你现在正被人群包围着，那么就花点时间去强烈地感觉你的我 I 无条件的，你就是上帝的这一部分，那不是一个可以被夺走的东西，它是一个无法被否定的永远式的存在。现在去感觉一下你的我之灵在 I presence 如何成为你的喜乐和力量的泉源。对这个你自身存在的奇迹说是，并拥他入怀。是的，我是我，我是分离和独特的，我是我自己的存在，我可以和别人深入的连接，但是永远还是会保持着一个我。你可能会认为在这个事实背后是一种孤独和凄凉，不过请超越这些思维而去感觉你内在的力量和活跃。如果你真正的对你的个体性说是，你会经历自信和信任，在这基础上你会创造出充满爱的关系，那些孤独和凄凉就会消失。当孤独和凄凉的感觉要淹没你时，请把你内在小孩抱出来放在你的膝盖上，去关注他的伤痛，他在渴求着他曾经还是胚胎时所拥有的那种完全的安全感。他想让那种安全感在你的伴侣、孩子、父亲或母亲，或者心理治疗师的脸庞上出现。然后，给那孩子看你的脸，对这孩子露出一张天使般的脸庞，你本就要以一种你能想到的最绝对的方式疗愈这个孩子。我或者任何其他大师都无法帮你完成这件事，我们只能给你指路，你们是自己的救世主。最后，我想邀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觉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即使你现在不在这儿。当你在阅读这份资料时也是一样的，请去感觉我们的连接。现在你不要再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我之上了，而是放在我们之间自由而轻松的合一之上，去感觉能量，感觉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想要到达完整的渴求。现在想着我们被最强大的能量所包围，你觉醒的自己，你内在天使的能量，让我们吸入这能量，并花一点时间去感觉它的力量。谢谢你在这儿，感谢你们的光临，感谢你们的相聚，我深深地感到你们在我心中。你慈爱的弟兄约书亚，来自扬声大师约书亚的祝福。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Thank you.